想问一下啊，今天这个富人税，郭董他在脸书中午的时候回应了民意，他说有人说只能课到80亿到150亿，但是他自己可以课到1600亿。哦，郭董真的很豪气啊！但是郭董也说过，我们要养鸡生蛋，不要杀鸡取卵啊，拔鹅毛啊，我们课税像拔鹅毛哈。不要拔到鹅死掉了，或者是鹅都跑掉了，这才是我们课税的好方法。那我顺便提醒一下郭董，去年台湾缴所得税在1亿以上的是123个，所以这个郭董可以去查一下。